小秘诀，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萨克斯风的吊带。吊带在吹奏萨克斯风的时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除了要负担乐器的重量外，吊带的长短也会影响吹奏的舒适度及效率。到底差异在哪里呢？我们马上来分析。坊间有各式各样的吊带，功能及诉求各有不同，但不变的是吊带的长短会影响吹嘴进气的角度，进而影响气流作用在竹片上的效率和发出的声音。当吊带比较长的时候，乐器的角度会让气流容易与竹片平行，越短则越浓，角度越大。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为什么会造成角度的差异，和它是怎么去影响吹奏及音色。一，如果吹嘴角度比较平，气流与竹片缺少接触面积，吹奏时效率会偏低，声音闷，比较不适合初学及肌肉尚未成熟的朋友。二，反过来，如果是太陡，反而也会因为接触面积过大，造成不容易吹奏及音色过度粗糙的问题。也是不建议初学者使用这种练习方式。所以不论太平或者是太陡，都不是非常建议的吹奏方式。建议吊带的长度维持在人体可以直接吹到乐器的长度，吹嘴咬合处会呈现与门牙垂直的位置，这样可以让吹奏更有效率而且轻松。初期练习萨克斯的时候，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，建议养成照镜子检查的习惯，在良好的状态下逐步的让肌肉成长起来以后，再去调整角度，找寻自己喜欢的音色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加铃铛跟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提问哦。脸书输入江川彻SURGEI:JING 或输入以下网址。萨克斯小秘诀，我们下次见。